你装睡。为了防范你这种好色女流，你偷窥啊？我们俩到底谁好色啊？放开我！放不放？放不放？我还不都是你害的？我怎么害你了？你记性好差啊！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在杀人；第二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被人追杀。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我说了你也不会相信。你不说怎么知道我信不信？我干嘛告诉你？你把我一整箱的衣服都弄脏了。我赔。你快死的时候是我给你刮骨疗伤。我谢。怎么谢啊？其实早在你给我刮骨疗伤之前，我已经谢过你了。在哪儿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没有杀你，你以为是我爱上你了吗？我是为了留你一条小命，好让你有机会将来报答我。什么混蛋逻辑呀？听不懂啊？听不懂算了，睡觉。哎，你到底是什么人呢？赶紧告诉我，你不告诉我就不许你赖在戏班子里面。现在立刻马上瞬间滚蛋。你不想活了？你就那么想知道？嗯，我是乌孙人，我们家世代经商，我父亲也很早就去世了。即使我常年往返于大汉和乌孙之间押送货物，这次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被人抢劫追上。你骗人！我怎么骗你了？你那么好的功夫，怎么可能就是个商人呢？哎呀，那都只是些皮毛而已。真的，我跟我父亲学的。你父亲也会功夫？啊，祖传的。功夫世家，经商世家，哎，你家里很厉害啊。还行吧。其实我父亲去世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，这次我又突遭匪患，估计以后就家道中落，一蹶不振了。哎，对不起对不起啊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把命保住了就是万幸了，是吧？你们去哪儿？敦煌。那一起吧。哎，你不是乌孙人吗？谁说乌孙人不能去敦煌？我父亲在敦煌有朋友，我这些货物都被抢劫一空，我得去跟他们借点钱，要不然回去等着饿死。哦，对呀，那明天我跟班主说一说，让你多留些日子，把伤养好了再走。那就最好了，谢谢你。别客气。你先说，你先说，你受伤了，你先说。你不困？不困啊。